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，再也不想分开了。来，坐下。 可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。我再也不想卷入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了，也不想师傅总是命令你做这个做那个，让那些暗算你的门派都见鬼去吧。你说的对，让他们都去见鬼吧。我们可以去关外，去我第一次认识你的地方，到时候你做掌柜的。 我做老板娘，你负责烧饭、挑水、跑堂、敲肥羊。说了半天，还是开一家黑店呀？嗯，话可得说清楚啊！到时候账还得我管。可以，什么你都可以管，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答应我，给我生三个胖。